This is post-war Vietnam,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100 years, a generation of children has grown into adulthood, not knowing foreign domination or the sound of battle. It has been 30 years since Saigon fell to communist troops in 1975. In Vietnam's 4,000-year history, the American War, as the Vietnamese call it, is but a fading memory. Today, this country of 80 million is in transition. With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its population under 40, it is this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future of Vietnam. This communist country, one of the last, is moving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But there are enormous obstacles. Vietnam remains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resides in the countryside, living on the equivalent of a dollar a day. So it continues to be a land of contrasts. The slow-paced life along the riverways and in the rice paddies, juxtaposed with the high rises and the vibrant energy of the cities. This is the story of eight Vietnamese, all under 30, who represent the changing face of Vietnam. They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but together they embody the hopes, dreams, and frustrations of this new Vietnam. How will they embrace the future while still holding on to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Eight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swers. Through their eyes, we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destiny of Vietnam. It is the fac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那我们今天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讨论越南。那越南跟我们其他这三个系列所讨论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菲律宾、印尼跟越南。因为越南它这个地方，它跟我们的家庭是最大、最强烈的关联。很多的越南的外籍的新娘进入我们的家庭，甚至很有可能在我们回来台湾的15年到2030年之间，有很多的新台湾之子，他也是在我们的社会的中间。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成功大学政治特工学院的宋正照老师担任我们的讲者，宋老师在这边。然后现任的四方报的总编辑张正先生当我们的主持人。那现在我们就主持，我们把麦克风就交给我们张正总编辑。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很高兴，我跟宋老师应该都很高兴，那个红英台基金会可以办这样一系列的讲座，就是在台湾这个应该要很认识东南亚的地方介绍东南亚。那为什么要介绍？因为台湾真的不太认识东南亚，台湾比较认识那个江南 style 啊那种。好，那我觉得应该啦，认识那个江南 style 是很好，可是也应该认识一下那个 Vietnam style 之类的。好，所以呢，今天我只是带个开场，那待会就请宋老师帮替越南做一个很完整的介绍。但是越南当然大家知道，看手册上面有写，就是八九千万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也有很长的历史，很复杂的历史。那一个小时的介绍其实也很恐怕只能就拜托宋老师深入浅出，不过宋老师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handle 这个场面的。好，那之后的一个小时就是请大家自由发问。好，那据前两场我也都有来听，那个场面是很热烈，大家就拼命举手，所以你可以在那个老师讲的时候就先想想看待会要问什么，或者是想要有什么意见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希望那个 Google 上查得到资料的话的这种问题就不要问，好，那会占掉大家的时间。那最好是这边是厮杀龙嘛，就是大家有一个思想上的对谈，你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什么见解或者对老师的看法有什么要，我相信老师也愿意接受挑战的。好，就是你觉得老师讲不对，你愿意站起来讲，
我想老师也可以跟你再做一个更深的对谈。好，那我的开场先到这边。那宋老师现在在那个成功大学教书，那他对东南亚应该不只是东南亚，他我们刚刚在另外聊了一下，包括是在拉丁美洲，然后台湾这边，然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架构下，而且他是社会学博士，所以他从社会的角度在谈到整个政治经济的架构。那今天其实只讲越南是有点太大材小用了，好，不过光就以越南这个例子，我相信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的可以思考的空间，包括我们台湾应该要怎么样跟越南相互对照、相互照应。那也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其实哇，他拿那么多，我们也应该可以从越南的这个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对照，不管是政治、历史、文化，甚至未来的国际政治。好，那我们请宋老师。好，这个在座的朋友哈，这个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宋正照哈，这个从台南来，今天一大早过来哈，这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碰面。那我也希望说下一场哦，可以在台南办哈。那这个可能我们就不用了哈，这个跑到台北来，因为现在都要南北均衡嘛，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前进到这个越南，为什么不能前进到南部哈？那毕竟这个可能台湾在这个就是说考量上或在心态上也可能还是要调整哈。好，那我们还是把重点把它搬回到这个越南哈。那越南这个国家其实大家非常了解哈，因为我们对越南的这种就是说越南给台湾的这种震撼其实也是蛮大的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越南的这个发展的经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片子，那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哈，越南越来越像台湾，而且越南的年轻人，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座的年轻朋友，你将来你竞争的对手也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哈年轻人，而是可能是来自于越南哈，这才很难搞哈。那我们常常都说，以前我们都会讲日本能，为什么台湾不能哈？然后慢慢的变到新加坡能，为什么台湾不能？然后慢慢的又发展到这个韩国能，为什么台湾不能哈？那现在我们可能又面临到的就是中国能，为什么台湾不能哈？那时候我们就吐血了哈。那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这要讲的越南能，为什么台湾不能？当我们并不是说越南一定能，或是越南一定不能哈？能不能当然就看我们台湾怎么样去善用越南。这个才是重点。那我们对于越南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哈，这个我们都有这种非常就是不是很正确的一种想法。那我们知道越南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国家，那越南也有它的历史，那越南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国家哈。所以我们对于越南，就是我们总是从负面来看越南的这样一个发展，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会丧失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像刚刚这个主持人哈也提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江南 style， 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这个朋友应该很多都是哈韩的，是不是？哪一天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也可以哈越，是不是？哈越的机会可不可能啊？那你现在可能会说不可能，但是你去了越南，你就会觉得哈越有它的道理，而且哈越才算是时髦。你现在哈韩已经是落伍了哈，韩国没有什么好哈的，是不是？那从过去的哈日到哈韩，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转移到我们的哈越？那我们希望说今天我讲完越南之后，也许把越南的浪漫，把越南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潜力，或者说把越南之美哈，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报告，那或许可以多几个哈越族。那哈越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外交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哈越自然你就会去了解越南。那你了解越南，其实对台湾的不管是国民外交，或者说对越南的这个经济，或是对越南的它的一个发展的脉动，你都可以掌握。那你可以掌握，当然你就能够来利用越南。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像现在年轻人一直都把生活空间都把它放在台湾啊。那你也知道台湾就那么小，那台湾应该要走出去，那走到哪里？除了中国大陆，我们还有东南亚。但是我们要走到东南亚，你可能又会说东南亚很像很遥远，你也不了解东南亚。
那更不用讲越南。比如说我们最这个最接近台湾的两个国家就是菲律宾跟越南。那我们可以从越南再前进到寮国，再前进到这个柬埔寨，再前进到泰国，甚至还可以前进到这个缅甸，那经由菲律宾再前进到印尼。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台湾发展的一个空间，但我们还是一直把发展的空间都把它放在台湾。我是觉得以现在台湾的发展的格局，还有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区域化跟国际化的这样一个挑战，甚至全球化，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走出去？台湾绝对并不是我们这个永远就要定在这里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爱台湾，但是我们更应该去拓展台湾的这种影响力，那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所以我在这里提到几个问题，就是说兴起中的这个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像刚刚所看的这个影片，有八个这样的一个片段，有八个故事，其实说明的是什么？人民有希望，有希望的民族，有希望的国家才有未来。那他们也抱持着这个对未来这种发展是有高度的这种期待的。那你有高度期待，你才会去奋斗，不管是不是街道上这个两个小孩，还是说你要去创业，还是说大学毕业你所面临到的这种挑战，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现在越南人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希望，每个人都想要去这个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那或许他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整体上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越南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跟潜力特别是人民的这样一个生命力。你不要看他穷，那正如同像我们以前看中国大陆穷一样，但是人家一下子是可以翻身。以前我们都看不起中国这个陆客，那现在可能我们就很难可以用相同的这种心态来看大陆。比如说他们年轻的一代穿得比你时髦，是不是？然后他们的这个国际观可能也不会输你。那还有他们对整个世界，甚至他们的那种企图心，在全世界他们的这个留学生，你看前仆后继的他们都要跑到国外去。那下一个你又可以看出来，越南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中国，然后他一切的政策，那对中国来说他是亦步亦趋。所以这种小中国的这种发展，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也是非常聪明，只要中国倒，越南可能不会倒，他随时他会去调整所以他的这个改革开放也是遵循着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种模式，然后亦步亦趋。那中国大陆可以发展，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那越南应该也会越来越像中国，所以它被称为是小中国。那在这里面其实有几个点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说台越的关系。那在这里可能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台越关系是一种外交关系还是一个姻亲关系。然后回到台湾的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越南的这个劳工，也有非常多的越南的这个新娘在台湾。那这样一个关系，其实我愿意说台越关系从外交关系已经慢慢的把它转变成为是一个经贸关系，甚至是一个姻亲关系。那这样一个姻亲关系，我们怎么去利用这样一个姻亲关系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这种网络，来拓展我们所谓的这种国民外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越南对台湾的这种意涵，就是说台湾是，就是说越南究竟是台湾的后院，还是战场，还是市场，还是腹地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思考。那毕竟越南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后院，那也可能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商场这可能写叫战场那这个当然商场如战场嘛，对不对？所以一切还是有战斗力还是一个腹地。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那越南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对台湾来说，我们能够回避越南吗？我们能够不去面对越南的这种发展，然后来利用越南？以前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利用利用中国，而并不是那一种利用，而是说要有力的去应用这个中国。那现在我们可能要看小中国也可以利用越南。所以越南的这种发展的模式，你可以称为是小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其实在这里我可能更愿意去说，其实越南的模式应该是台湾模式，会比较适合越南。所以越南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模式加上台湾模式，所以台湾人在这个越南应该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竞争力。
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说越南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有人会说，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唐朝的文化，可能我们可以去日本哈，比如京都看一下，哎，你可能可以了解到唐朝的文化。然后你要看明朝的文化，可能要去韩国看一下，是不是？有人是这样说，不然是准不准确？但是要看民国的文化，当然就要到台湾来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要想的就说，哎，到越南，现在我回想起来，很像，哎，跟宋朝的关系很像，也关系应该也蛮密切的。我不知道，这可以留给哈学历史的来看一下。就是说越南的整个它的法令规章，还有它的整个体制，还有整个它建筑风，是不是真的是受到宋朝，但是它受到明朝的影响还是很大，只是说在这里面提供另外一种的思考。那另外一个就是越南会不会成为韩国第二，当然现在这样讲也太早，但是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然后下一个可能我们要看的是越南的发展，它现在可能非常慢，但是以后它可能是用跳的，那用翻的，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世代他们是有潜力，他们是有竞争力，而且他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都让他们对于未来的这种经济发展是心存的非常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那这企图心就像是我们报纸上我们都看到台湾年轻人很像这样的一个自信心都非常低嘛，对不对？前几天都而且还 输给这个中国大陆，你可能在做调查，可能还输给越南也说不定。因为越南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越南的民族性啊，那我在这一直强调说他为什么会像是韩国啊，那当然他们的个性可能不同，但是他民族性是非常相同的。我所谓民族性相同，就是说这个韩国人是非常刚烈的啊，但是越南人是非常这个柔软的，但是他内心里面是非常坚毅的。你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像越南一样，他可以曾经打败过三大强国，对不对？比如说1954年滇边府之役打败了法国，然后1979年这个不要还有越战1965年到1975年的越战，他们也打败了这个美国。然后他们更引以为傲的就是1979年他们也说他们打败了中国，那时候是这个对中国来说他是惩越战争嘛，结果这个战争只有一个月啊，很像是从这个2月10几号到3月10几号，一个月就结束了。那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越南人一直都以国家引以为傲。你来从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这种调查，全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对低度发展国家来说，对国家的爱国的情操或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看，越南是高居第一的啊。那全世界很少可以看得到越南人就是说穷国，然后对共产主义又不满，但是对国家是热爱的。这个可能跟他苦难经历多年来的这种战争，那从早期独立战争一直到这个统一的这种战争，然后一直对周遭列强的这样的一个战役，其实你都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个非常苦难的这样一个长期的战争，然后好不容易好现在这个可以休息了。然后他的这个发展，就是说他能不能把它转，就是说把他的一个战斗力把它转移到商业上啊，变成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发展力。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越南他现在也非常符合我们所谓的在后冷战时期如何把战场变成是商场啊，如何把炮火变成烟火，是不是？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以经济挂帅。那越南也同样面临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1986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南在改变，正如同像中国大陆1978年79年的这个经济改革，其实我们都看出来他们是亦步亦趋的。那我这里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成为韩国第二，这只是一种警讯，但未必会是事实，但是很可能它会是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说的就是说那时候可能越南能台湾不能啊，那我们可能就会啊这个非常的遗憾啊。那以现在的这种发展来看，当然越南还是这个发展的这种速度还是非常慢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它的人均所得已经从这个2008年开始它已经超过了1000块美金，然后你从1000要跳到2000是很快的啊，当然还是很慢，但2000到3000甚至2000到4000，4000到8000，这一段时间可能10年就可以这个达到。那这个国家也是蛮奇怪的就是说
它的人口也有九千万，也算是一个大国，以九千万的这样一个市场来说的话，那它的竞争力跟13亿中国大陆这种人口来看，它是有潜力。那这个国家小中国，那跟台湾的关系，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台湾更是好好的可以来利用，这个越南。那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今天要讲的，当然可能没办法可以这个每一项都提到。不过在这里要提到就是我们对越南的这种印象哈，然后越南多美哈，美丽的这个邻居，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台湾的缩影啊。然后越南崛起是小中国还是第五条小龙，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去那里复制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第四个就是变动中的这个越南哈，市场经济跟政治威权，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所看的那个影片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跟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互相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那这个有点像是中国大陆所以像以前邓小平被问到的时候，那你是怎么进行改革开放的，他也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你比如说你开车你可以打这个左转灯，但是你是向右转的那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个金右正左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既能够维持他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路线，同时他又是弹性的来应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运作。那以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来稳定他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然后再透过经济的稳定来稳定他的一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在越南也充分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并不仅仅只是说你要进行市场经济，其实他们也现在也慢慢面临到所谓的政治你可能要稍微有所调整，那来符合或是营造更好的环境，让越南可以继续的这种维持它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成长。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社会变迁的脉动如何脱贫致富迈向小康，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一些新世代的这个人民，那跟我们的社会其实也是很像，人活着那他们有梦，他们也愿意去这个追求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脱贫致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越南是有梦的，那越南他们也是有机会，所以机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民来讲是很重要的。最怕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未来是没有希望，对未来是绝望的，那有梦最美应该是可以应用到这个越南身上，那不知道还是不是可以用到台湾身上我们以前也是有梦最美，但现在很像梦不是那么美那好，最后就要提到越南那会不会是逆风而起那当然这是我的一本书写的这个越南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当然我们可能见面了，它会不会越走越难，是不是越来越困难那这个也要看它的经济改革跟它的政治改革之间相互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度究竟是怎么样。好，那是今天可能要提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印象中对越南那你知道的这种越南可能就是这一些嘛，比如说越战这个越共或是美国大兵或是越南新娘这个西贡河内那可能就是这个越南的这个鳌寨或是越南小林志玲或是越南咖啡，就是这一些那这些我们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不然一提到越南可能想到就河粉或是什么这个摩托车非常多，是不是？那这些都是我们普遍对越南的这种印象，从台湾的这种角度看的可能是这一些，但是它深层结构可能也要看的应该是它整个社会脉动它是怎么变的，然后他们变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年轻人新世代跟我们是越来越像，那跟我们越来越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说明了他们是越来越有竞争力，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应该是不会差异太多，那他们会成为是我们在座年轻人的一个具有潜力的一个挑战者。那接着我们再看，当然这是越南一颗心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当然他所强调就是五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组成，就是所谓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跟年轻人就这样的一个发展。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背景条件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从南到北，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一个蛮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人口哈，这个已经是超过了差不多是9000万啊，那它的民族也是非常的多元，那它的 GDP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哈，它的这个成长。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沿革，我们非常快哈，就是从它的国家独立哈，那这个一直到法国殖民日本的这个侵略，然后临时政府一直到这个战胜法国哈，然后南北统一1975年，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介入哈，然后到这个南北的合并，这是1975年，这是南北业哈，也就是说他们在1954年，那他们所协议的就是北纬17度，然后弄成这个南越跟北越，然后这是它以文哈，那这是它的货币，其实你会可以看出来哈，这个都有胡伯伯的这个相片哈，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胡伯伯啊。那胡伯伯在越南也是一个神，他们家家户户哈都会来拜这个胡伯伯一样哈，这个跟台湾早期也差不多哈。那今天中国大陆还是这个。人民币上还是毛泽东，对不对？虽然说背后是这样，但是人人爱毛泽东，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哈。因为人人都爱钱，那人人也爱胡志明，所以人人也是爱这个越南盾。不过越南盾现在也已经没有什么样的价值，因为贬值哈太过严重，所以人人爱的还是华盛顿，是不是？那华盛顿还是比较现实一点。好，那越南是有多美哈？这个多美应该是很美哈。那我一直认为说这个国家是非常浪漫的哈。那我们对于越南，通常我们都会说，越南有三慢，对不对？一个就浪漫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傲慢嘛，那另外一个就散漫，啊，所以这个很像也是符合。当然这是台湾人的观点，可能越南人他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因为我们是浪漫的民族，我们也不散漫，啊，那我们也蛮积极的哈，啊，那这个他们也不傲慢，啊，因为他们会是一个非常温驯的民族，但是你不要欺负我。你欺负我，我就让你好看啊！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具有高度的那一种哈，坚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南北战争啊，那你又可以看出来美越战争，他们竟然可以打赢啊！那在物质条件哈，那欠缺的这种情况下。那他们凭什么可以打赢啊？基本上还是凭着一股毅力。那越南人其实他假如说秉持了这样的一个战斗的精神，然后把它转移到商场上，你又可以知道了哈，这个后劲应该是蛮大的哈。好，那这里面就是几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越南的这种勤奋，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跟台湾早期很像，蛮像的。只要有生意做，他肯定就是卖命的去做。比如说像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三轮车它就可以载了这么多哈，这充分的反映出他们的这个战斗力，还有他们对于这个赚钱就投入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企图心那非常强。虽然说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奇迹哈，那军事记录应该是可以列入，是不是？你看可以载到这么多，那你也可以看出来哈，这个越南的这样一个活动力，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摩托车也是这么样哈，这个效率这么高啊，那可以做到4个人哈，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哈，这个社会的这种活动力啊，所以他们是从定点静态的社会，因为有摩托车，所以他们变得非常动态，所以他们整个空间的动员啊，现在也变得非常的这个快速。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越南哈，这个女孩子通常我们会感觉说，哎，越南女生都非常漂亮，因为身材好。那为什么身材好？因为营养不良，是不是？然后每个人你可以看出来，你到越南去你可以发现到，哎呀，越南奇怪，怎么每个人身材都保持得那么好。唯一我们可以解释就是说因为营养不良。那后来看一下，吃得再好的很像也不会胖啊，这个应该跟他们的饮食是有关系。不过营养不良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因素。比如说像我们看那个看刚刚看到那个什么街头上的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你看瘦瘦的，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他哥哥有15岁吗？他会反胖年龄了，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看起来就是像是什么10岁，可能小学3年级的这样一个模样嘛，但他已经15岁了。那这一点我之所以肯定，是因为我在越南看到很多，我看起来就很像小学生嘛，但是他们跟我讲说已经高中生了，我都吓一跳啊。所以越南人是不会老的，看起来都很年轻啊。
那越南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好维持他们这样的一个身材。不过你倒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以越南的这个袄带跟中国的旗袍来看，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越南的这种服饰，其实你可以穿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穿起来都可以凸显出他的身材之美，那还有另外一股的妩媚，因为这个裙摆只要一飘，对不对？比如说你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那这个先生在的老婆那个裙摆这一吹，你就知道了，哇，原来还是有连续动作了，而并不是只是静态看着身材，旗袍只是看到是身材，但是他那个没有裙摆，像这个裙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感啊，会让你感觉说这个越南真的是这个蛮，就是说这个女孩子中之美啊。当然也并不是说只是身材之美，那毕竟还是有文化啊，有历史。那这个听说对台湾人来讲，越南女孩子的美哈，他们都非常肯定，是不是？我相信在座的男士或是男同学，同不同意我刚刚说的这一句话？台湾10个当中有8个，可能都会认为说越南的女孩子是非常漂亮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外形身材吸引着你，还是说这个整个越南的她的那一种，因为穿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所以让你感觉说他们是具有魅力的啊。那这个很奇怪，所以说很多台商啊的老婆都非常不放心，认为说到了越南去，哇，糟糕，那这里这么具有诱惑力的这种地方，通常都会反对，先生你又不要到越南去啊，免得你会沦陷，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越南的这种发展，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真的是非常美。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看的几个画面，他们穿的这个袄带，那真的是把女性的那一种美啊，那还有身材，还有她的这个妩媚，那真的是展现无疑。那这里都是他的一个小型的这种商业哈，你可以看出来，从早期，假如说你在10年前，那你去越南看，跟10年后看，它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哦，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那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什么这个东西都可以卖哈。那从个体户啊到这个地下经济，其实你都可以看出来哈。那他们的这个活动力，那他们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露天饮料这种文化哈，你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喝咖啡，那喝咖啡是非常这个浪漫的哈。那这是咖啡西施啊，你到了越南去，可能你都可以看得到哈。那年轻人现在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一切向前看，跟中国大陆是差不多的，一切向前看。那你向前看，当然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商业活动的这种出现。那还有这里哈，那真的是这个奇观，那也蛮壮观的哈。那这个代表说这个他们的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力。那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在这一提的，就是他们的整个教育，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哈。那越南在法国还没有统治之前，其实他们用的也都是中文啊，所以他们历史文献的这种资料，其实都是用这个繁体字的。所以怎么样，就是说以后在这一方面可能也是台湾哈，因为毕竟我们是使用这个繁体字，所以应该是可以帮他们，就是至少在历史上哈，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也看不懂，因为他们是用罗马拼音的这种方式。不过你到越南去，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哈，这个他们对于儒家文化、对于孔子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他们的尊师啊重道，你可以从越南的学生在台湾，你都可以感受到哈，他们对老师的尊重的程度，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也指责到过几位越南的学生，那都非常乖，对老师真的是尊敬的不得了啊。那你会感觉说，哇，这个学生就很像是台湾早期的这种学生一样哈，那真的是非常尊重老师哈，这个跟他们的文化应该是有关系哈。那还有他们的这个国服，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哈，那这个非常具有哈这个吸引力。好，那这个服饰，比如说像这里，那你要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韩国也有韩服嘛，那日本哈也有这个和服，那越南你看有文化的这个国家，它毕竟都是有他们这样一个传统的服装，但是我不知道台湾我们应该穿什么。啊，那台湾很像没有啊，我们是穿旗袍吗？还是穿
穿什么，很像我们没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属于台湾文化。那假如说台湾是有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就要像这样，对不对？那应该这个可以反映出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那你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因为穿白色的，比如说他们的高中生所谓的校服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是穿着这样的一个服装哈，这个称为是他们的这种校服，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哎，非常可爱，对不对？非常清纯，白色的哈，那让人感觉说就有那种不同的那种感觉。但是更可怕的是三更半夜，就是这个清晨凌晨他们过桥的时候，风一吹哈，你会感觉说是不是女鬼出现哈？那这个我们就感觉就还蛮恐怖的哈。那他们也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法国面包啦哈，还有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像喝咖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都是受到哈这个法国的影响，还有他们种植咖啡，这个跟殖民地时期应该是有关系。那越南其实是世界上哈这个生产咖啡，这个是占第二位的哈，它出口咖啡，所以越南的咖啡是很有名。其实东南亚的咖啡都很有名哈，比如像越南咖啡，像寮国咖啡。那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喝到寮国咖啡啊，比如在我们台南一样有16块的一杯的这个寮国咖啡。那在整个这个东南亚，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还有缅甸咖啡哈，那这些咖啡都很有名。那台湾的话，现在以前也没有什么咖啡嘛，突然又蹦出两个什么古坑咖啡跟东山咖啡，原来我们才知道说哦，那里是台湾咖啡的故乡，是不是？那是不是真的有种咖啡？然后种的量是不是够？还是说都是从法国从越南进口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越南其实他们南部是喝咖啡的，但是北越也就是越南北部他们是喝茶的。所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南越还是比较偏向于经济，北越还是比较偏向于政治。那但是很不幸的是，政治来控制经济啊。那这种情况，你又可以发现到南部的，就是说越南南部的这个经济活动量是比较明显的，北部的话就政治气氛是非常明显哈。所以他们很多北越人就跑到南越来工作啊，那其实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相当于是中国的，比如说像，假如说河内跟胡志明就有点像是中国大陆的北京跟上海啊，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城市的这种差别。好，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你到越南去，可能你还可以买到这个越南的这个香水啊，那你看吧，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或者说它的瓶装是这样的话，婀娜多姿，可能就会心动去买一瓶。是不是？所以不要忘了哈，到了越南你可以买一瓶哈这个越南香水。那它的越南香水其实跟法国香水，他们的原料事实上也可能都是非常这个相似的。比如说越南出产大量的这个天然的香料啊，那法国因为曾经统治过，所以它很多香料都从这里啊弄到法国去了。所以越南的这个香水，其实现在也慢慢的受到重视哈，我也曾经买过啊，它的味道应该不错。这个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四方报哈，这个张总编辑，他可能这个比较是有经验哈，香不香啊？有没有买过送给老婆啊？这个也可以请哈这个老婆大人哈，这个说明一下哈，好不好？不过这真的是很不错，你当然看到它的包装，对不对？你看到这样子。你会感觉说，其实不会比像一些名牌的这个香水哈来的差。你到越南去，你可以看到所谓中原咖啡跟这个高原咖啡。那这两个咖啡有什么不同？那中原咖啡是由他们当地人哈所创办的。那创办人是这个原本是一位医生。那这个高原咖啡，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是由这个美裔，就是说越裔的美国人，然后他回来，然后他所创办的哈。那你可以从性格上，从他的特色上来看，这两种咖啡他所经营的在连锁店是有所不同的。那中原咖啡它主要是给当地人，所以你只要喝像中原咖啡，你会觉得哇，这个或是喝越南的这种咖啡，你会觉得它的味道还有它的浓度那是非常强的，你一喝的话心脏就啵啵啵啵好，会有点受不了。那高原咖啡主要是给外国人哈，那他到了这个越南去，那旅游他可能会喝这一种，
因为他的文化特色是比较像是这个业余的美国人，然后他到了越南来创业，所以他比较知道说外国人的他的一个这个口味，还有他的一个就是说咖啡的浓度，那应该是比较适合外国人，所以他这两个是有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他们都有经营了这个所谓连锁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研咖啡他现在的发展，其实他一直在学着这个 Starbucks， 在世界各国的大都市他也慢慢的这个也会成立一些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连锁店。那我们可能喝不惯中研咖啡的这个非常浓的这种咖啡，但是对越南人他在台湾他所喝的台湾咖啡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没有感觉的，也唯有喝到中研咖啡才有那种回到这个越南那种感觉那个思念思乡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研咖啡是有它的一个这个影响力。好，那我们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越南崛起小中国那这样的一个美誉。那你可以看出来最近我们对于越南不管是从各种的这种相关的报道或是研究，你可以看到 VIP 是不是贵宾三国，就是 Vietnam,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那你再看 Vista 宴请五国，它也是这个 Vietnam, Indonesia, South Africa, Turkey and Argentina， 对不对？那这也是被看好了，就是说它是具有潜力的。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林猫六国，那它也包括了七里 Indonesia, Vietnam, Egypt 跟 Turkey 还有 South Africa。 那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全世界目前对于越南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甚至还有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它还有所谓的金砖十一国。那金砖十一国它还可以包括这里 你看墨西哥啊、印尼啦、尼日利亚，那还有这个南韩放在这里我觉得太委屈南韩了，是不是？那既然还可以跟这一些国家放在一起不过你倒是可以看得出来土耳其啦、菲律宾啦、埃及啦、巴基斯坦啦、伊朗啦、孟加拉这一些国家，唯一可以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口不是那么样可以跟中国跟这个印度来比，但至少他们都是好几千万的人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墨西哥人口也很多啊，越南我们刚刚讲到九千万，那巴基斯坦也有1亿吧，对不对？1亿多。那这些国家的 size 都差不多说是中型国家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它是中型国家的第13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它也是 WTO 的一个成员，它从2007年1月11号就已经加入，它跑了将近就是说它2007年加入，但是它申请的时候是1995年，所以它也跑了将近有12年。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加入 WTO， 那目前的外汇存底就是这么多，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累积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它也是亚洲第三大的产油国，那天然这个橡胶也是第三大出口国，也是第二大的这个稻米出口国。那这个简单的数据可以提供大家来做参考。2008年的时候，它是约893.56亿美元，很少，对不对？但是到了2010年，它已经是有1046亿美元，然后到了2011年，然后它已经是超过就是1200亿。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一年它都可能可以以一两位的这个数字的这样一个成长，就是说它的发展的潜力应该是蛮大的。好，那这个是经济成长力，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在过去都是8点几，那蛮高的，那后来在这个后面就稍微低，但是今年它还是有5点多啊。台湾现在保一不知道能不能保得到，不过他们现在都有5-6% 的这样一个经济成长力。那在这里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就变动中的这个越南，可能就可以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影片比较能够结合，由市场经济跟这个政治的这种威权。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越南人他现在已经是尽可能的去找一些机会，那没有机会就要制造机会或是去找一些机会，对不对？这是越南人他们现在就是一直想要这个成功，那希望说能够一夜致富。不过越南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改革开放一党专政，那一党领政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特色，其实也是跟中国大陆差不多。那他们的这个重视公共行政政策这个在越南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他的市民社会是弱化的，因为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势力还是很大啊。那在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他基本上是向右转哈，但是他还是坚持的这个向左转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体制。那这也可能是我们在这一连续就是说一系列的这种演讲中主要提到，这是越南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啊。那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就是政治跟经济两者间的这种矛盾。那他们现在也非常强调民生经济成长。那越南共产党他现在的这种政策也跟中国大陆是一样，只要他的经济维持高度的成长，他就不怕人民来挑战他的政权。然后现在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越南现在因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然后他的薪资所得又没有提高，然后同时他的物价又高涨，所以劳工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非常的严重。因为就像台湾一样，22K 怎么可以养活自己，是不是？那他们也同样面临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薪水薪资可能没有涨得那么高，但是他们的物价却是高涨，所以让很多的劳工朋友已经没有办法可以生存，所以他们就在示威抗议啊，然后抗议政府应该要提高这个劳工的这种薪资。所以在越南你又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这个示威抗议就变得非常的普遍啊。然后最近也结合了比如说像南海主权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政治跟经济把它凑合在一起。那越南政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啊。那学生或是这个劳工他也透过这种方式来发泄一下他的不满，结果他是发泄是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啊，因为主权的问题。然而他真正的一个问题背后真正严重的可能还是要抗议啊，他们的这个经济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既要政治稳定，那又要经济成长啊，那这个要看这个未来越南的这种发展是怎么样。好，那越南兼容并蓄啊，其实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改革开放，然后它又有比如说我在这里常常都会讲说，越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有法国的浪漫，它又有美国的那一种现实感啊，那它又有这个中国的啊那一种兼容并蓄，又有那一种这个友善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有中国文化的那一种影子。那这也难怪为什么越南新娘在台湾会这么样受到肯定啊，因为他们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啊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越南新娘在台湾，然后她的价值观那就比较能够啊结合。那另外在这里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涉骨之皮，对不对啊？就是社会主义的骨头啊，然后这个皮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他们可能又会跟中国大陆强调是一样的，既有越南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者市场经济讲的也是很好听，两者都兼并，因为他不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路线，他又不能够这个放弃或者说不能够不继续去坚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发展。所以整体上来看，其实它就是跟中国大陆是非常这个相似的，它是疫区这个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它很聪明，中国大陆它怎么做它就怎么做，中国大陆它假如说面临到经济困境的时候，它还是有时间可以来调整，以它的这个经济改革有8年的落差，其实越南它可以用2年的时间或是1年的时间来调整它的这个可能比较不利的一些经济发展的困境，然后调整之后它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它是一个信社或是这个信资那现在他们还在挣扎，那这个挣扎假如说能够解决，但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无解，那能不能有解决之道，它解决之道可能就是它迈向所谓韩国第二以它的人口这么多，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威胁，所以今天它可能是靠台湾，但是明天可能台湾要靠就是利用越南甚至受到越南的这种挑战会越来 越明显。那改革开放那这里 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情况，不过在这里面我们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台湾经验还有越南真的是非常像台湾，那
越南它要发展的也是中小型企业，以越南的人际关系、它的社会结构，其实跟台湾的这种情况发展，那跟台湾早期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年纪比较大的到了越南去之后，他会感觉说很像跟我们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台湾社会是非常相似的。那这里面也难怪为什么越南会这么样对台商、对台湾人这么样具有吸引力。那只要到过越南去，你就会对越南产生好感而绝对不会像你现在是一种刻板印象。所以还是鼓励在座的这个朋友有机会到越南去看一看，因为你去那里看，既能够观光，又能够发现一些发展的机会，是不是？然后又能够拓展这个所谓国民外交，是不是？搞不好在座的男同学还可以娶一个为所谓的国民外交来牺牲自己，然后这个娶一个越南的老婆。但这个越南老婆绝对不会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越南新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教育程度也很高，你找的应该是那一边跟你条件差不多的。那越南现在在崛起，有钱人很多啊，你不要认为说越南就很穷，越南有钱人现在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到台湾来旅游观光，现在台湾也一直在开放，如何能够让他们那不用把条件弄得这么严苛，然后欢迎他们到台湾来，那他们的这个消费潜力那应该会会是中国大陆第二，那他们到台湾来，他们的消费能力应该也是非常强。那改革开放的这种政策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威权中就是稳定中追求发展，这通常都是这个政治威权国家他会去强调的，认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假如说我们政治不稳定，那经济发展那就没希望，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巩固他的一个领导权。那当然共产党他也非常清楚，我也唯有将经济发展把它弄好，他才有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现在政治的稳定跟经济发展他现在是绑在一起，那经济绝对不能够让他这个出现问题，经济一出现问题，他的领导的合法性跟正当性那当然就会下降。还有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总书记啦，然后 国家主席啦，还有这个总理跟国会基本上越南是一个三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他们也并不是双首长他现在就跟中国大陆非常像，那真正的领导人应该是总书记，但是在国家体制上，国家主席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在行政上的最高长官就是总理，那这种现象跟中国是蛮像的社会变迁跟他的一个脉动，脱贫致富的这种价值观，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那越南其实你到越南你会发现到那越南的摩托车非常多这个跟台湾非常相似，是不是？唯一你可以发现到了哇，越南很像台湾，因为他们的这个摩托车非常多，中国大陆它都管制，你到中国大陆去你看这个社会不太像台湾，那台湾的机车跟这个越南的机车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很像，发展的模式非常的相似。那很多人也说越南的这种发展其实他应该学台湾的模式会更好因为整个社会结构还有中小型企业的这种发展那对越南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到越南去你应该都可以发现到越南人他们现在年轻人第一个要拥有机车，你没有拥有机车像在早期的话，你没有机车你就代表说你没有社会地位，那你要找个女朋友来谈恋爱的话你是没有资格的，因为你没有机车，没有机车就不能够跟你去拍照，是不是？那第二个你一定要手机，而且手机要非常炫的，那我是感觉说越南这个整个社会它受到手机跟这个机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提高了越南它整个经济活动力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他们穷，那也许在很多国家机车跟这个手机应该是蛮普遍的这个要件嘛，对年轻人来说，比如说在座的这个朋友，对不对？你今天你没有握到手机，你会感觉说今天不是你的日子，你会过得非常的不安，因为你没有手机，因为你没有手机代表说你就没有人际关系，今天你会过得非常孤单，你假如说手机丢掉了完蛋了，你的秘密是不是全部就这个可能会曝光，所以现在手机变成是你的生活的记录，所以现在
这个警政单位现在查案可能也蛮容易的，他只要透过你的手机，这一年基本上就可以知道你过去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也是非常不符合人权的一种发展，但是没办法。但是在这里你倒是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越南的这种发展，他这两个其实对越南人的他的一个商业机会，那变得就是说他们的活动量还有活动的空间就变大，那也使得他们的这个工作机会相对的也提高很多啊。比如说像他在这里他也一直在强调，比如说像现在越南他已经是建了将近有60多个高尔夫球场，谁来打？是当地人吗？当然当地人可能也是会打，不过很多的这个外商啊，然后来这里投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商机。那另外就是说整个社会的脉动，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手机的这个资讯跟网络关系，还有机车的活动力，那还有他们的网络那跟国际的这种连接，可能在网络上它应该是会比中国大陆来的稍微开放一点。比如说你到中国大陆去，你又不能够这个上什么 Facebook， 对不对？中国时报你也看不到，然后更不用讲其他报纸。那中国他干嘛要去封锁这个中国时报？中国时报不是比较轻松的吗？是不是啊？联合报也是嘛，但是在那里人家都看不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自由时报这个大家到大陆去之后再来看一下，搞不好你还可以看得到自由时报，是不是？因为民进党跟共产党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他共同的敌人就是国民党，是不是？所以他们的立场是一样的，而且草根性也非常相似。所以民进党照理说应该会跟共产党会建立这个友好的关系，但是偏偏这两个又这个很像又有心结那这个真的是，不过国民党是很惨那先前受到这个共产党的威胁，现在还要受到民进党的气真的是很窝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能力也很强因为手机啊机车啦，你知不知道早期他们的机车十几年前一台机车要3000多块美金呢，你买得起吗？而且这3000多块的美金不是你所想象中的是那么样子的重型的或是看起来很拉风的，是非常撇的，就是一台简单的这个机车它就要3000多块，你买得起吗？3000多块就相当于那时候你还是用30来乘了将近10万块的机车那并不是像你们现在所骑的这个还算是很不错但他们就是没有机车就是没有社会地位那你没有机车你要交女朋友其实很困难，然后还有越裔这个侨民，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很多越裔的美国人，然后他们愿意回到越南来发展。其实不要忘了，我们再过十年我们台湾很多新台湾之子，他们发展的空间可能不会在台湾，他们的优势应该是以台湾文化、以台湾的教育、以台湾的竞争力，然后带回到越南，他们的发展的空间应该是那一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外交尖兵那我们的这个新台湾之子，但是在台湾我们很像说哇，完蛋了，我们这个新台湾之子学习能力很差，对不对？所以还要经过辅导，还要特别，因为受到社会的歧视。其实他们应该都是宝那如何可以善待，就是说提供更好的教育的环境，让这一些新台湾之子将来他们应该是第一线所以他们应该是双语的，照理说他们应该会讲粤语，但是我们现在只是鼓励他一直在讲中文，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强调他你应该还是要学粤语，因为这是我们的竞争的优势。那粤语在台湾应该要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语言但是我们都要学英文结果你学了之后英文的结构还是很烂，是不是？然后又没有竞争力，那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你为什么不学越南语？越南语也不会太难，你学会了你还要非常骄傲，你会讲吗？是不是？你会不会讲越南语？何况你所面对的是9000万的人口对不对？那你又有这种自信心然后你去学越南语那不过可以多看一下四方报肯定是没错他们这个都有教学的一些这个课程。所以我是对我们的这个张震这个总编辑非常佩服，你看他可以办这样的一个报纸，那这样一个报纸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外交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台越关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者。那可以让他们真正融入到台湾社会，也可以让台湾人好看了之后更了解越南社会。那这样的一个报纸其实政府应该要支持的，那我们也应该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始买这个四方报，是不是？那这个也鼓励一下他的这个四方报的这种投入跟努力，这个真的是值得肯定的。那在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还有现代化的这种价值，还有新越南人，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新世代的越南人，新世代的越南人，你刚刚看到了他的容貌，那这个已经是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一部片子是2005年的，那现在已经2012年了，你来看一下他们年轻人跟在座的同学一样长得非常的漂亮，你看一下小学生啊，那这个小学生每一个看起来都真的是不会像我们早期我们看起来就土的嘛，你假如说你年纪四五十岁的，你可以知道你念小学的时候班上是多土，你只要把那个小学毕业照你拿出来一看，跟现在的小学生的毕业照真的是两个世界。那今天越南它的整个结构整个社会那是改变了，每一个越南的这个小孩子都变成是一个宝，那这个宝他们的投资非常多，所以他们是新人类，那要跟我们在座的这个比如说像台湾的新人类要对抗，那这个台湾的这个新台湾之子将来他们的发展空间应该是会回到越南，比如唱歌啊，比如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多 ABC 嘛，回来之后你觉得哇这个很像很不同，那种感觉就非常不同，很像就是他们是这个多彩多姿，很像是这个才华洋溢一样，是不是？但其实那只是不同的文化。那我们相信在台湾长大的这个新这个台湾人，他到越南去，那他也属于是半个越南人，所以他融入当地的社会应该很快，然后他的商机也会非常的强。现在的越南社会其实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相似，你看一下享乐主义或是物质主义，然后这个消极主义，还有个人主义，比如说像性革命那在越南现在也慢慢的这个有所转变，还有全民皆商，那钳制当头，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不过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越南人非常爱国，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非常强，那特别现在反中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他们反中基本上就支持台湾，当然可能是两回事，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看得出来台越的关系基本上就已经，我从一开始已经强调了，它不仅仅只是经贸关系，更重要的是姻亲关系。所以台越关系其实你可以看出来，那这个越南对台湾的关系其实它也是可以玩两手策略，不过台湾对他们应该是没有任何威胁的。然后这里好，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越南是逆风而起还是这个越走越难，那我们要看越南是有希望，当然也有困境，有梦想，也有挑战，有契机，也有危机。那政治的这个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一致，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追求富裕，那这个贫穷为伍，这个是非常写实的一种情况。有钱人就是很有钱，穷人还是一大堆。然后社会充满了活力，那经济自由市场，那政治威权管制，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是非常矛盾的一种状况。那越南已经是向右转了，但却还是打着左转灯，那不会转入到死向希望不会是如此这个一些问题，最近就是越南盾一直在贬值然后还有这个国营企业的这种发展也是非常危险。那以去年来看他们的财政收入是321亿美元，支出是379亿，所以它的财政赤字将近是5%。然后2011年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你可以说非常严重，这也是它国内这个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18.6%的这个通货膨胀。那物价高涨，当然薪水就缩水。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些优势这是它的优势条件，工资低廉呢，然后文化跟我们相近，还有政治稳定。其实越南从战争中苦难站起来，越南社会主义追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越南未来发展应该是一手拥抱东南亚，然后这个半只手可能要贴近中国，因为他跟中国的关系真的是很像与狼共舞，又不得不跟他跳舞，但跟他跳舞又没有这个情绪，那威胁又那么高，所以这是越南非常这个无奈的地方。然后他也是要半手也要招引这个美国，所以这是一个越南它的被利用的价值，其实我们倒是可以看出来，从国际政治的这种高度来看，那越南它在整个区域的重要性。好，那至于说它会不会越走越南，就看这个在座同这个朋友有机会到越南去看一下，那我可以肯定你会变成是哈越族，你可以听一下越南的音乐多美妙，越南的这个美，其实它的美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看到的女性之美、文化之美，还有历史之美，还有它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景观都非常漂亮，还有它的人文，那文化其实跟台湾是非常像的，所以你要去发掘台湾早期，那可以到越南去看一下哈。那当然越南人就是非常这个爱面子，所以他的面子你要尊重他，越南人是你越尊重他，他越尊重你，你跟他用硬的，或者说跟他用比较负面的哈，他会比你更反弹会更大，这是我所感受到的哈。所以越南人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你对他好，他对你更好；你对他不好，他对你更残忍。所以我们有很多越南新娘就这样嘛，对不对？到最后，你看他会发飙的啊，那他可以不管一切。所以越南女性，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哈，他的这个文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种母性社会。还是因为越南这个你又可以看得到男人都在咖啡店啊，或是在街角，然后这个喝茶啦，喝咖啡，然后在那里等待太太什么时候下班就接她回来，很像经济的这种主轴还是女性。所以对越南的女性，我现在一直相信越战应该是由越南女性打下来的，那这种越南女性的那种坚毅，我是觉得比男性都来得更刚强。所以越南的这种女性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我不知道，我只是抛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我所观察的一种结果。那越南女性应该是越南经济发展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支柱。那从越南女性来看整个经济的发展，男性当然这是传统上我们都会认为说，这个男性的这样一个竞争力，但其实越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那他又融合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经验跟他们的文化，其实到越南去你会感受到既浪漫，那又感受到又美丽，然后又可以感受到这整个就是说台湾人在越南的那一种自我肯定感，也唯有到越南去你会更肯定自己，你会更肯定哇，天生我材必有用，就在这里，你在台湾可能你还觉得你没有信心，因为很多人都比你强，但是你到越南去你会感觉我比很多越南人都来得强，你有信心，你才有梦，你才有未来，你才会去奋斗。那希望说同学将来可以前进越南，肯定越南会给你一个非常好或是让你圆梦的一个地方，那前进越南绝对不会越走越难，应该会带给你一些，这个契机跟希望。那国家也靠你，国家绝对不是站在台湾，永远站在台湾，你就可以为台湾做出很大的贡献。当然这是 OK 的，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是饱和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到我们周边国家去关切一下，然后去看一下有什么商机，又能够为他们创造出更多的机会，那同时也可以发挥台湾的影响力，那何乐不为？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座的，这个朋友，那有更多的哈越族，哈越的成本低，是不是？但是哈越的效果非常大，不要再哈韩，韩国已经这个哈台的也不多嘛，他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喊话，这个反对，就是非常反韩，因为韩国太过让人寒心，是不是？那韩国人，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很难可以接受，不过人家毕竟，就是非常认真非常苦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同意，这个韩国我们还是要买国货，是不是？所以我今天上午在演讲说我们一定要买 HTC， 尽管它烂我们还是要买，因为这是一种爱国主义。你买了三星你要干嘛？是不是？三星
你顶多你也是用嘛。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三星的品质可能有一些很有它的特色，但是不要忘了，人家不在乎你的 HTC， 人家也不把台湾放在眼里，你为什么要去，是不是？那买三星，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不要各位去买这个三星，只是说在买三星的时候稍微考量一下 HTC 不错，对不对？那这个大家支持我们 HTC 才能够发展嘛，对不对？连我们自己国人都 不用这个 HTC 的话，那你还期待 外国人 来用 HTC？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创造我们的优势。那在越南应该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区，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应该都有机会，然后这个为国家不仅仅是拼经济，也是拼外交。谢谢大家，这个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谢谢。新教授各位，我来讲个闽南腔，各位攞顶位。有没有谁？我刚说的是越南话，我想测试一下有没有谁在这边是潜藏的越南人。可是这个场面太大，我没有发现哈。很为难那个宋老师，他这本是我最近这两三个月正在读他的专书，越南御风而上，就很厚一本，然后内容非常扎实，在讲越南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那很复杂，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国家发展的历程。那其实我相信宋老师一定可以再出另外一本专书，关于越南女性，他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刻。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谈的一个题目。好，那我自己在越南待过一阵子，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观察，然后有一些台商会很简单的说，以为是越南是母系社会。不过像我们有学过社会学的就知道，所谓父系社会、母系社会是那个继承权。如果继承的传子，就是看是谁可以继承祖产。那个才是真正的什么系统。越南其实就我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大男人的地方，就是越南重男轻女比台湾严重的很多，所以他那个母系社会呢，是如果你说他是母系社会，的确很多女生都在工作，可是当然男生也不是只喝咖啡，男生也还是帮台商在开车啊，做一些，就是因为他是大男人主义社会，所以很低的比较低 low 的工作男生不愿意去做，所以变得都是女生在做，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偏见啊，就是啊都是女生在工作。其实我觉得就我的观察，越南是非常大男人的，然后越南女人是非常的任劳任怨在做事。所以呢在台湾这样一个，台湾其实还比较接近母系社会，台湾比较男女平等。所以在台湾如果找不到那种小女人的台湾男人呢，就会去越南可能会得到一些就当年那个美好的昔日的那种状况，就越南女生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浪漫。当然，像宋老师讲的，那狠起来是很厉害的。那美军可能就这样被打败。好，所以呢，还有我要补充一个，其实像敖雅，像刚刚宋老师讲的越南的长衫，我觉得那个也是大男人主义下造成做出的一个结果，就。那个看起来非常漂亮，就是一般的异性恋男生看到都会觉得这个是很漂亮的衣服。可是就我们报社有很多越南女同事，他们有些活动就会穿那个服装，可是只要一下台就赶快就换掉。上台很漂亮，可是很不舒服，就是很紧，因为他那个一定要非常合身的，非常合身才会漂亮，漂亮可是很难动，其实有点像穿高跟鞋或者中国从前穿小脚那样，就是弄得很漂亮，然后让男生看得觉得很好看，可是穿的人其实是不太舒服。好，那可是已经在这100年的这个越南的民族主义的整个鼓动下，已经变成一个越南的象征，那这个只是另外一回事。好，其实老师最厉害的也不是最不止最厉害了，就他是在成大政经所。好，那所以政治经济的方面其实更复杂了，我猜是这个场合讲得太复杂也怕大家就
精神不济，所以要讲一些笑话给大家听。那越南的政经改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待会也可以举手发问，再请宋老师再做更进一步的解释。那越南和台湾的相似性，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像。好像台湾本来应该是三民主义的嘛，对不对？台湾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可是现在显然不是，显然是这个资本主义模范省。好，那越南其实也很像，就是越南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是靠资本主义的方式在运作。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有经验或者有意见或者有想法，也请大家待会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开放，请大家发表意见，请大家问问题。我们先这一块好吧，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在这一块 ，OK 吗？好，我们先请坐最前面的这一批朋友。你好，我想要请问，越南既然知道资本的那个路线才能维持他们的那个国家跟政权，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就改成那种开放路线，那种民主的路线？谢谢。好，老师你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越南在起飞的时候，他知道他有朝向类似中国模式或者是台湾模式，那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国跟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忽略了对于环境保护的那个意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越南他看着中国，就是当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他踩到，就是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越南可以提前做预防措施。那在环境这个部分，越南他们有想到或者是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吗？谢谢。请问当现在台湾经济发展其实还没有真的到已开发国家阶段，其实就已经看出来很多经济上的通病还有一些障碍，那越南会不会在甚至搞不好不到那个 GDP 不到5000美金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类似台湾的状况，这个会不会这样子？好，那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三位年轻的这个应该是同学嘛哈，那你们的问题哈，我想这个是很好问题哈，有的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啊。那这个就很像说，哎，你明明知道说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应该采取更开放的这个改革路线嘛，对不对？应该放手去做啊，那这样不是都解决了嘛？那干嘛还要弄得那么困难？但事实上我们对台湾也是这样，你只要开放就好了，干嘛要弄得那么样，是不是？这个很像说那你要去控制，所以台湾的开放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哈。那对这个越南来讲，因为毕竟他还是一党领政哈，那一党专政，那他的整个这种政治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一切都还是比较属于计划经济啊。那这种计划经济它主要是达到这个计划发展的这种目标，那一切都是由政府来控制，所以有很多可能是被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营企业。那国营企业这个在越南其实它是占了非常大的这种比例啊，它国营企业因为它是从社会主义然后转到市场经济，然后它的这个国营企业基本上还是影响着多少越南人的这样的一个生计。那这一些国营企业又是经营不良，所以他们早就应该要倒了，但是还是没有让他们倒，因为不能倒啊，这一倒的话就像是我们国营企业一样，很多大企业大到不能倒的，是不是？何况他们不是国营企业，因为大企业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两兆双芯，那我们天天都听到嘛，两兆三芯的，是不是？因为你又不能让他倒，但是又没有竞争力，应该让他倒啊，是不是？但是还是没有。那国营企业你又可以知道说越南的这种国营企业它的保护，因为它在保护这一些仍然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还是很多人依赖着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前长期下来他们已经适应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特别是国营企业养了多少人，所以国营企业的这种存在其实是他们经济的一个主柱。那这个部分假如说他明明知道说就经营不善应该让他倒嘛，他假如说让国营企业倒的话，你知道吗，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可能也不保，因为他主要还是靠这些国营企业啊，然后影响到多少人的生计，所以他是不能倒的
好，但是经营又不善的，那这一些国营企业，那你说你该怎么解决？那特别是在越南，假如说经济不稳定，失业的人又非常多，然后靠国营企业的，你假如说像台湾，理论上是这样，就是说自由经济，你要倒就让它倒嘛，对不对？那这个似乎是合理，但是从一个政权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它是不能倒的啊，那不能倒，你就不能够改革，那你就不能够开放，那你可能还是如何可以，就是说，就是一手放一手抓，然后两者间就这样慢慢去磨合，然后到最后你可能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所以这也是一种困境。所以资本主义跟这个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它非常明显的这种体制的对立来看。那你说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其实它的一个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台湾是资本主义跟慢慢现在兴起的所谓比较倾向于社会福利，或者说倾向于比较好反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声浪，这个在台湾我们所谓的市民社会不也是这样子吗？是不是？那这个跟环保也是有关系啊。那环保的这种问题在台湾你可以看出来哈，环保可能不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是对民间他可能非常重视所谓环保的这种议题啊，因为我们要永续发展，但是政府的永续发展环保当然他还是要考量，不过他之所以考量可能也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一个反弹，比如说像国光的这个石化产业的这种投资，那是大手笔的这种投资啊，那为什么我们把它推掉？那不也是说经过环评呢？不也是经过专家学者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让它建？台湾的反弹声音是那么大吗？你可以看新加坡，人家也是有石化厂啊，而且全世界是第三大的，人家可以去管理啊。那因为他们政府哈，这个比较阿吧，他要盖，是不是？人民没有反弹，但是在台湾就不一样，台湾人民反弹，然后听说要在哈马来西亚要他们非常欢迎，但是也因为马来西亚人民他的意识也提高，那又接近选举，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环保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尽管它可能是人类未来经济发展哈那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绿色经济、绿色产业，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何可以就是说环保跟发展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你既要环保又要发展，能不能双轨并进？还是说你要发展你就要牺牲掉环保？那当然这个越南当局他也有考量到环保的这个重要性啊，不过有的时候环保可能不是主要的一个政策考量，它可能是一些在经济跟发展之间，其实他们也是看这个民间的反应，然后看整个经济的发展啊。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经济发展才是共产党它政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假如说经济你出现了一些危机，那共产主义的政权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这样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5000这越南假如说可以跳到5000的话，基本上就翻了4倍了，是不是？翻了四倍，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翻了四倍，它的GDP 就差不多已经4000-5000亿了。台湾现在 GDP 多少？有没有4000亿美元？有没有四千出头？4000出头，人家9000万的人口，我们只是2300万，然后他们现在，假如说他们的人均所得是1200多块，然后他们的这个现在的 GDP 差不多是1200-2300亿，然后他翻了4倍，当然你这里面可能也乘以4，那他经济体就跟台湾差不多。这种现象有点像是印尼早期的时候，他的经济体还不如台湾大，但现在已经是超越台湾，而且这样一个 gap 是这样一个落差是越来越明显，就很像是中国大陆，我们台湾早期台湾的产值这么一个小岛竟然是中国大陆的1/3，然后从1/3变成是就是说1/6，然后到今天的12/1甚至13/1，人家因为人口多成长也是非常可怕的。那相对的越南假如说它5000的话，它的竞争力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它是人均所得是
啊四千啊不是四万多，台湾还只是两万跟四万，你可以想一想嘛，新加坡的竞争力会比台湾的竞争力来得高吗？新加坡人会比台湾人来得聪明吗？那新加坡的他的一个优势，为什么人家总是 排名在前面？那为什么台湾永远就是这个竞争力也不错，但是表现没有那么好，是不是？那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越南人均所得到了5000的这样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他的问题跟可能跟台湾现在的问题应该也差不多，不会像是现代化理论所说的，他应该是亦步亦趋的，很像说我们台湾现在应该是越南未来可能啊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的这种状况，现在都是哈、用翻的。比如像中国，人家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了100年，他现在可能只有走了30-40年，他就可以达到目标，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后进国家的它的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先进国家的优势已经没有像过去可以维持那么大的一个落差。像中国的这种发展，你可以看到，那它真的是哈、影响力非常大。那越南我们也可以肯定，它现在才刚起步，那它的一些基础建设或是一些啊、教育资源或是等等，它现在可能还在制度化。你再给越南10年。再给越南10年，你就可以看出来越南可能会比台湾，我们不要说它发展会比台湾好，但是它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所谓的 GDP 应该会超过、台湾。10年你假如说哎太快了、给它15年、给它15年，正如同像今天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超越美国的经济体，你说给中国10年还是要给它15年？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解，不会太长、不可能会等到2030年，那已经太久了。二十年人家在过去10年就已经翻了好几倍了，那你说二十年现在翻的会更快，是不是？因为现在才刚在起飞嘛。那越南假如说等同于，就是说你看中国的这种发展，应该也可以让我们想象到越南的这种发展，那未来也是很具有实力的。好，那它的这种未来可能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非常引以为忧的就是韩国第二，啊，那韩国第二，这个它应该会变成是台湾第二，是不是？但现在看起来哈、中国周遭的这种国家哈、那它会成为韩国第二的这种机会应该是蛮大的。那那个时候就会让我们思考到，那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未来的这种发展？以前台湾相对的是优势，台湾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小经济霸权，是不是小强国？那现在看起来很像我们这个东望西望，很像奇怪，他们的表现都比台湾来得好。台湾出了什么问题啊？我们这个人均所得，那从一万五到18000之间，我们走了多久啊？很像都在原地不动。那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韩国是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从11000，然后跌到差不多5000-6000美金，然后现在它可以超越台湾，10年不到。那韩国凭的是什么？那台湾我们有的是优势，但是却没有展现出来。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韩国可以超越台湾，我相信越南很快也可以超越台湾。那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未来越南它的这个竞争的这样一个潜力，可能你现在没有被你接受，但是不要忘了，很快。所以我们在这个它要发展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对越南啊、这个可能有一些策略，或者说在越南我们可以建立台湾的一些优势，先掌握越南的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动脉，那对台湾来说应该也是会有好处的。所以越南的5000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准，肯定不会像是台湾在5000块那种层次，因为现在是全球化，越南已经是会跟全世界接轨。它的5000，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是10000，不是5000啊。也就是说，它在越南是5000，但是你用 PPP 来算的话，它可能就会超过1-2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潜力，而且是9000万。很多人还是失业，很多人还是在农村，很多人还是在国营企业那里，这个冗员一大堆。那这些怎么样把它转变成为是一个国家竞争力？那这个越南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
啊，这个竞争的一个对手啊，那小中国啊，应该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未来越南的这个威胁的这种潜力，但威胁也是一种啊契机。那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一个契机？那台湾应该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啊潜力，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台湾之子嘛，是不是啊？那我们有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越南的 connection， 那这样一个连结，那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善用啊？所以我是希望说，哈越其实也应该是不错的另外一种选择啊，因为哈韩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特殊性啊，它已经是一般性，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制造出个人，就是说你哈越还能够哈出这个哈越，你还可以制造出一些这个价值，是不是？然后这个可以促进所谓外交，又可以促进哈这样一个啊经济的这种商机，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来好推动的，所以前进越南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那这个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加油哈，从现在开始学习如何哈越啊。那这个可能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哈，这个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哈。好，就先做这样一个补充。好，宋老师真是越南驻台代表一样。哈越真的很划算，你看我刚刚那样讲两句越南话，你们都大部分人听不懂嘛哈，即使听得懂的也没讲话，所以我可能就我觉得那个是很划算的，你学两句你就超过100个人了。那这边公器中心就有在教，那四方报也有办一些这种免费的学程，欢迎大家上网自己找找看，政大也有哈。那我补充一点那个越南经济发展和环保之间的冲突的一些新闻事件，其实像前几年台湾那个卫丹吗？还是卫王？我搞不太清楚，反正是做卫素的那个厂，在那个卫丹在越南就被告，然后罚了很多钱。那他们在这其实就是两个的发展，但是越南的这些环保的相对的抗争，或者是这些事件。我觉得跟台湾一样，也都不单纯是环保而已，其实跟政治啊什么是都搭得上关系的。尤其像越南最近最热的是一些中国的投资的一些厂，好像开发铝矿，铝啊就是那个金银铜铁那个铝矿，那其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好，那也是有一个说法，当然就是会破坏山林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说法，当然跟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关系是牵扯在里面。好，那就这一些等等，其实都一直在发，他们在不断的发展中，其实这些所谓环保抗争、环保的事件都一直在出现，还包括有一个非常像台湾的那个苗栗大埔农地的抗争一样，就是在北越的一个乡下，也是要征收农地，然后那个农民就誓死抗争，他们的死可能就是。比我们要真的死、我们这边其实因为抗争大家都习惯，都已经有另外一套演化出另外一套模式，他们那边可能就真的是誓死抗争，那个死就是真的死了。好，那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这一位，那个在越战的时候，那个越南分成南越跟北越，那个北越的领导人应该是胡志明嘛，那是我比较困惑，就是好像胡志明小径跟胡志明市好像在南越哦，不晓得这个因缘是什么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要看宋代的文化就到越南哦，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穿的服装，那个旗袍应该是受到清朝的影响嘛。那如果说我们要看那个越南的宋代文化的话，是到底是从哪几个角度上去看这样啊？大家都说好了，真经济完全换文化历史。好，那有没有文化历史相关的题目我们一起开放。宋老师你好，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越南其实是一个非常尊师重道的一个国家嘛，那据我的了解，就是他们中小学老师的每个月就是刚出进学校的一个每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台币1000块，然后他们退休之前大概也是3-5千这样最多。那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薪水在当地实际上还是比你去从事商业活动的平均薪资以下。那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那么尊师重道的地方，但是他的薪水在当地却是那么微薄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想说明的部分是，越南不是母系社会，他还是父系社会，只是他是看起来好像是
女性来独，就是来独撑整个经济大局这样子。那母系跟母权是不一样的，好，说明一下。好，谢谢李老师。还有没有？张总编还有宋老师你好。那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在中国十一五的时候有个南进政策叫北部湾经济圈的设立，那这样的一个南进的政策对越南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实体上的影响吗？谢谢。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越南它的经济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政府它可能它的作为还有它的贪腐还是不改变的话，会不会像有一点像今天的中国，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很富裕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还是过得非常贫困的生活？对，然后还有我想要做一个关于就是新移民女性小小的补充，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些人已经拿到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然后他们也已经可能在台湾待了十年十几年，小朋友都长大了，所以他们已经不是外籍新娘了，然后他们有做一些就是发声或是证明，他们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称为他们叫做新移民女性这样子。好，谢谢，谢谢这位同学。哇，你们都有做功课来的。那个姐妹会他们早年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可以再想，因为大家之前讲外籍新娘、越南新娘，但我觉得不好听。可是然 后来变配偶，现在官方的名词是已经到新住民女性，可是名字真的太长了。我们在像我们在做报纸的写报纸的时候，那个一个名称有五个字很头痛。那新台湾之子其实也是一个。有点怪的词，可是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容易写的。好，那很多个题目，老师可以一个一一回答吧，麻烦。谢谢。好，那这个我刚刚讲哈，就是你要看唐朝文化就到日本嘛。那刚刚您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我先前没有想到清朝。哦，那清朝似乎这个假如说从你的这种角度来看哈，那似乎也是有道理哈。那我刚刚讲了宋朝，我顶多就是这个随便就讲一讲的哈，我并没有说，我说因为我们周遭的哈这一些国家应该是受到中国的这个历史哈，这个中国各个朝代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然后从它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它建国应该西元九百多年哈，那个时候，然后他们现在，比如说他们河内建都，就是一千年啊，他们刚刚去庆祝一千年的这个周年庆，所以一千年换句话说，应该也差不多西元一千年哈，所以西元一千年你可以算一下，一千年大致上在台啊这个啊在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朝代？一千年啊，西元啊。一千年差不多是什么朝代，知不知道？啊，元还是宋？所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说他是不是会受到宋朝的影响？因为他的法令规章，还有所有的官服制度，都是哈、沿袭的中国的那一套。所以你倒是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会被称为小中国，就是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好，亦步亦趋的学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套，而说整个历史文化哈都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那你说像清朝像元朝，其实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发现，那而是说可能可以从越南的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建筑啦、体制啦，然后来看到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这种方式，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哈。那也是学历史的应该去探讨。那我们学政经的，我们只知道政治跟经济哈。那历史这个可能就交给一些专长，我只是抛出一些问题了哈。那也许清朝应该是还蛮适合的哈。不过清朝又解决得太近了啊，因为它受到中国的影响，应该是它从汉朝开始，它已经是受到中国，就汉武帝开始，它已经是。这个统治的越南也将近有一千年，所以一千年的时间，当然那个是比较早期，但是越南真正建国也差不多是在西元九百多年，可能到一千年这个时间。那假如说是这个样的话，那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它建国之后，可能会比较有系统的
啊，然后去沿袭中国的那一套，这个所有的制度哈、啊，那这个可能可以去研究一下。那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可以在这里哈、啊、做这个历史的这种考，好、啊，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那至于说尊师重道哈、啊，刚才李老师所提的3000到5000台币，其实你换算一下，它也将近是100美金到200美金。那他们现在的薪水，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他们劳工的薪水，当然各个地区的薪水是不一样的。劳工的薪水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80万到150万叶盾。那你说他们现在又贬值，以前可能还1比15000，现在已经是1美金可以兑换2万叶兰盾。啊、哦，当然那个细的数字，我们就大体上就说，它已经贬值到1比2万，1比2万，它就代表了，你假如说150万，它1比2万，所以100块就相当于是啊200万，所以它还不到100块美金，因为它的这个货币的贬值啊，所以使得它的这个劳工的薪水，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啊，还有贬值的问题啊。那物价提升，所以相对的，他的劳工薪资相对就下降很多，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学教授也差不多是200啊，啊200美金，可能你还可以赚一些外快，那最好的可能还是3万，但是一般说起来还差不多是150块，啊，这个美金150块。那你说要讲越南还不如讲台湾，我们教授薪水也很低啊，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啊，是不是？然后我们还要去跟新加坡争，人家薪水是我们的几倍，我们还去跟这个香港啊一下来竞争，我们的薪水又多少。现在看一看，原以为我们比中国大陆的这个教授薪资高很多，后来看一下很像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何况他们的生活水准本来就比较低嘛，所以我们都不满意。这个算不算是尊师重道啊？那我们小学教师的薪资是不是很满意？我们不要说什么现在22K 就已经是不是很尊重、哦、大学生、哦、刚毕业的 22K 你要把人 K 死啊，是不是 22K？ 那我刚好才说我们现在人均所得是2万，你乘以30，一个人基本上一年他要赚到60万台币，60万台币你除以12个月，你每个月你至少要赚5万啊，你才符合所谓的我们的中间值啊，平均值。但是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五万，假如你有5万，恭喜你，你还是个哈、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还算是中上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今天你假如说结婚生子，那你很惨啊，小孩子又是依赖人口，他也是五万啊，那你这个老婆是22K 的话，那你会被 K 死，因为你一家三口，你的平均值，你家庭的所得，你就应该要15万啊，是不是？你才符合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average。那你算一算，你一家四口，你就要有20万，你是不是符合这样一个标准？假如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贫富差距有多严重，是不是？是很严重啊。那你说越南没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啊，中国大陆贫富差距也很大啊。有钱人越来是越有钱嘛，穷人越来越穷，但是问题是说，有钱人越来越多，穷人本来就那么，那你难道公平吗？是不是？你难道就说大家都要跟你穷才算是公平正义吗？还是说一个社会让有钱人更有钱，然后大家可以赚钱的更赚钱，那对你来讲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嘛？只是说你感觉不好，人家有钱为什么我穷？但是整体社会来说，有钱人越来越多。那这个对整个社会的这种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是这个逆向操作，也就是说别人好不行，这不符合公平正义。但是你从资本主义的这种角度来看，应该是让有钱人，让各个人，你越有钱越来越好，对整个社会最终来说应该会越好，而不是公平，是不是？那这个公平的这种概念，这个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概念，我不好你也不能够太好，你也不能够拿太多的年终奖金啊，对不对？你还有18%，凭什么拿18%？我们都很穷啊。但是这种观念是错的，你不能够因为你穷，你的这个条件稍微差的时候，你就说别人好是不应该的，是不是？这是市场经济啊，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让更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然后穷人他可能会因为可能你肉吃不到，面包屑也会吃到一些吧，还是说你连屑你都没办法可以吃到，哪一种比较好？但我并不是说这个穷人就是不满是不好的，而是说这样的一个社会哈，那我们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来看，它的本质是不同的啊。那你是要共贫还是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共富，至少是有钱人哈，有钱。其实资本主义的一个逻辑就是，假如说大企业大资本家他没有赚钱，整个社会经济是没有办法可以发展的啊。那很像是有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政府也是非常无奈。第一，要满足人民的这样一个期待，那人民的这个民意；那另外一个，你又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整体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越南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那薪资所得过低，所以他们要反抗；但是你薪资太高，可能又会吓走这个外来投资，那他们可能又会再迁移到其他的这个劳工薪水更低的这个国家啊。那不管怎么样，越南薪资平均起来它还是在提高，那只是说提高的速度，那还有它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它越盾的这种贬值，那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讯息啊。那它怎么会贬到20000？有没有道理？还是说为了要刺激你的出口，所以说就让你贬，是不是？但这样贬的话，就相对的可能会让物价就会提高哈。我想这个是一个薪资满不满意的问题。我相信全世界没有所谓的劳工对他薪资会满意的，是不是？不满意嘛，肯定是不满意的。你每个月领个70000，我还是感觉不满意啊，是不是？因为薪水是越多是越好，但企业没赚钱，你的薪水是不可能高的。那企业不赚钱，你又期待说企业要高，所以现在就是在我们台湾就掀起了所谓22K 对不对的问题。22K 对不对的问题，它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了，是不是？你难道从现在开始最好的一种方式，我们都乘以二嘛，是不是？薪资啊，你本来是五万的，你乘以二就变成十万，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物价10块钱的东西，你乘以二就变成是20块，那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变，前提条件都没变，然后你又乘以二，但经济可能并不是这样算的。那这个跟中国大陆，比如说他现在可能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只要升值人民币，是不是？人民币升值了20%，它整个经济体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大。好，那这个经济的这种问题，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越南，这个经济刚崛起，然后它的劳工薪资肯定要调高，这个在台湾1980年代也面临到这个薪资的这个调涨嘛，所以才迫使很多劳力密集产业，那他们就要到国外去投资，这也是南向投资的这种开始。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南越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南向政策，那怎么样经由所谓的南宁？事实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的南向政策基本上是透过两个重要的省份，一个是云南，另外一个是广西啊。那广西它的南宁就变成是一个这个还要说是一个跳板。从南宁前进到东南亚，特别是前进到越南，南宁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何况现在南宁已经是有高速公路通道啊，这个河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哈。那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广西这个政府，它就是一直在画非常大的一个饼。这个饼就是希望说能够获得11.5计划或是12.5计划，中央他看到了。所以你今天你到这个南宁去看，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东协的这一个贸易馆，同时也有东协的工业区，然后他就是每年都定期的来召开中国跟东协的商务的一些会议，如何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商机。那他们也规划了很像说像什么一左两翼啦，或是一廊什么九城啦，或是换北部湾，
他们就越画越大，但是不实际，但是 不实际不是我们要去做的，而说他们可以争取到中央更多的资源来推动啊，他们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嘛，但是创造价值，云南现在也是跟着这样做，所以他就是画，哎，将来从云南你可以搭高铁，然后一直通到曼谷，一直通到吉隆坡，一直到新加坡，对不对？那这也说明了将来可以从 北京将来可能啊搭高铁你又可以一直到新加坡啊，何况这不只是一条，还有这个所有的交通运输，从水运到陆运啊，到空运，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它的南向政策已经是可以非常明显的把东南亚整合到它的一个经济体，那把东南亚变成是中国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也让东南亚国家他现在感受到的就是，哇，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回到历史，他是宗主国，我们是凡属国，然后对中国大陆你就知道了，他们就已经变成是一个凡属国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种情节啊。那 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他为什么一方面又不能够抗拒中国，另外 一方面又不得不就是说对中国说 no，这是非常矛盾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情节，中国有商机，但是对他们来讲又有军事外交的威胁，那哪一个优先？所以到最后他们还是以经济考量，但经济考量现在中国大陆对东南亚是以软实力的这种方式，孔子学院啦，经贸关系啦，然后签署了 FTA 啦，那这整个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东南亚现在已经属于中国的市场腹地，那它建设投资东南亚是甚至这个中南半岛已经也说明了交通运输越密切，经贸关系越密切，东南亚国家就逃离不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难怪这个东南亚国家他觉得，哎呦，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回到了这个过去他是宗主国，你还不得不看他的脸色，因为他实在太大。那这个你可以从越南也可以看出来，从最近的这个南海的 这个西沙南沙中沙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立场。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胡志明小径，是不是也就是刚刚 看的那个还要跟胡志明市，那一个是西贡市嘛，就 改成胡志明市，这很奇怪，应该是河内把它改成胡志明市，是不是啊？但是他怎么改的，这个可能当然，那个越南小径哈，这个是就是说在越战期间，然后他是为了要运送一些资源，所以他的这个越南小径他是透过辽国、柬埔寨，然后一直通到这个南越，啊，那这一条路事实上也受到美军的这个空袭。因为它可以断延它的这个北越的一些物资，然后进到南越，所以后来他们也是经由这一条哈，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线。那跟这个胡志明市，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好，这个可能等一下张总编辑他可以再做一些解释跟说明。不过这个胡伯伯哈，这个在越南人民心中啊，特别是北越真的是神，他不是人。那胡伯伯你可以看多伟大，特别到乡下真的是拜胡伯伯。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贪腐贫富，我想这个 是哪里都有的问题，那中国大陆有贪腐的问题，那当然这个越南也是有贪腐的问题，台湾也是有贪腐的问题嘛。那越南政府也一直在打击贪腐，就跟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击贪腐，那贪腐的问题这真的是没完 没了哈。那越南也是，那人民的反弹声音越大，他这个解决贪腐或是这个来处理贪腐的这种决心跟行动力也越来越大。那他的贫富差距，这也是非常讽刺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这个贫富差距会这么大啊，而且是越来越大，因为他们走的是市场经济嘛，有能力的人比如说像你看到的。每个人都有希望啊，你站得起来的你就赚钱嘛，所以他们有很多 ABC， 那他们到这个回没有，不是 ABC， 就是说越裔的美国人或者说越裔的澳洲人，甚至我们应该讲的是越裔的台湾人，
那将来他会回到这个越南去发展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也提到新移民的问题哈。那我想这是只是名词上的这种应用，尊重应该尊重在心啊。当然我们尊重在心，他前面当然可能我们也是尊重用语文的这种尊重，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越南新娘，虽然说他们很多已经变成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那他们应该是越裔的台湾人啊，越裔台湾人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越南新娘，但是我们讲的他毕竟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越南的 connection。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通则的一个状况，而并不是在讨论所谓的尊不尊重的一个问题啊，而是一个 category。 那这个 category 在台湾你当然是可以讲它是新住民啊，或是啊什么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在国际上可能还是会讲啊，比如说泰国新娘或者什么新娘，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贬义的一个名词？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子来看待的问题，因为这顶多是一般的用词。比如说像大陆的女孩子嫁到日本去，她们就是大陆新娘嘛。那假如说你是有啊这个贬义的意涵，可能字眼上我们看不出来是有贬义嘛，只是说你就从那里嫁出来的啊，或者说台湾人嫁到中国大陆去，台湾新娘嘛，是不是？这个是一般的这种用词，但是不知道在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尊重。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人文素养毕竟还是比较高啊，不要用在一个很像越南新娘是这个比较负面的，这个跟我们在台湾对越南新娘是负面的看法是有关联性的。因为你是透过中介很像买越南新娘这样的一个原罪，然后挂在越南新娘身上，所以我们才要用另外一个名词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那这些做法其实都 OK 的，不过他的问题还是来自于说我们整个社会对越南新娘这样一个名词是负面的啊。那因为负面所以我们会感觉说是不尊重，那这些在我们台湾社会当然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就我们所谓的越南新娘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贬不贬义的一个问题，当然你要去定义，那定义上更是多元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说用词上啊，那还有不同的环境，那当然我还是尊重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讲哈、啊、这个原住民，或者说这不是就是啊、这个新移民，那你说新移民是一种尊重吗？我也觉得是不尊重啊。新移民很像是他们是刚刚移民进来的，他的原罪还是在啊，你不可能说我们本来是这个三地同胞嘛，现在转成原住民，你真的就有尊重原住民吗？你要从行动上，从心理上，从社会面，你不要歧视他们才是重点，不是说你只是叫他们是原住民哦，你就代表说你很尊重他们，是不是？尊重应该是从体制上，不能够在制度上产生任何的歧视行为。比如说像我们的教育资源，我们是不是有等同那提供我们原住民更多的资源，这才是重点，而不是说哦这个讲一些好他们尊重的话，但是你没有实际的行动，可能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那基本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尊重多元文化，然后种族之间我们要是去尊重，可能甚至我们的这个外劳你也得要去尊重啊，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去尊重甚至去肯定外劳对台湾的贡献？不会吧，是不是？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外籍劳工他的社会位阶还是很低，然后把他们当作是到台湾来只是要捞钱只是要赚钱而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正面上他们是台湾的建设者啊，那贡献者，那我们是不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他们？那他们毕竟还是外籍劳工，我不知道外籍劳工是正面的词还是负面的词，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尊重的词，他应该是台湾贡献者或是台湾劳力就是来为台湾打拼的一个名词啊，但是我们很像都不会用这样一个名词来加以就怎么样来思考啊。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谢谢宋老师，那个名称其实永远是最政治的了。比如像胡志明市本来是叫西贡嘛，那就是可是其实胡志明是从来没有到过胡志明市的。好，就是他在越南统一之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后继者统一了越南之后，把这个西贡改名叫胡志明市，纪念胡志明。那胡志明好像说过西贡还是南越是他永远的孩子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感人的胡伯伯说的一句很感人的话，所以现在新一代的越南朋友都是非常
其实真的我觉得是蛮真心在尊敬尊重胡志明的。好，那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说胡志明的坏话。那不过我在报社里会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越南朋友讨论，越南同事讨论，因为台湾有出了一本书谈胡志明的身世，说胡志明是台湾铜锣人，讲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他举了好多好多写成一本书，讲胡志明是台湾的苗栗客家人，铜锣的人。嘿，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看。那当然你的越南朋友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包括名称也是，对，我的意思说名称其实是非常非常政治。那我是比如像我刚刚讲，其实我是很希望有一个在媒体的立场有一个简便而且又尊重的词可以来取代，包括现在的新住民女性、新移民女性，那越南新娘、越南配偶，这个当然都不太好。不过我也非常同意宋老师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从制度上、从我们的心理上真的尊重他们，那可是要怎么做？就是我觉得也许是很多实质上的做不到，所以大家先从名字开始做。啊，从名字开始做，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些东南亚的朋友，他们在台湾的确，我们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像刚老师说的贡献者，那绝对不是一些主流媒体或者一些不太负责的政治人物谈的说这外劳问题、外配问题，我们认为他们不是问题，他们其实是台湾的解答，是因为台湾先有了问题，台湾出现了台湾女生不想嫁给台湾男生的问题，好，台湾出现了工厂没有劳工的问题。台湾出现了有些老人家病人没有人照顾的问题，我们有了这些问题之后他们才过来，所以他们是 answer， 他们是 solution， 他们是解答。好，也许没有完全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共同解决下去，而不是把问题归到他们身上，说是因为外劳来造成我们什么什么问题，其实不是，是我们请他们来的，他们不像我们背个背包就可以去越南旅行，他们是要申请重重关卡，缴了很多中介费才可以过来的。然后刚才我补充一下，那个像敖雅，就是那个越南长袍，它其实是这一百年来才新生的产物，所以的确很可能是清朝的遗物，清朝的就是旗袍改良过来的。那越南真正民间有一个传统的衣服叫做敖粑粑，短衫，其实是短衫，那个就跟传统的中国的，你看那个连续古装剧里的乡下的人穿的那个很像，就是短衫然后开襟的，好，那个叫敖粑粑。那刚刚我太太她也补充，她说哦，台湾人，她很懂瓷器，所以她说在越南的博物馆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很像那个瓦窑啊，你刚刚传的古窑是宋朝的瓷器的样子。那越南虽然在这元朝之后就是一直跟中国基本上是政治上分裂，可是还是一直都是样样都学中国，包括现在一面在反华游行，一面还是在跟中国学习，不管政治经济的发展。那瓷器也是，就是在更早之前，当北越那边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地的时候，那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文化的交流，不过现在当然不是了。现在就我们叫南海的这个地方，越南叫做东海。其实大家想想是非常合理，因为那个海在越南的东边，所以他们称它为东海。那个海在我们的南边，我们称它为南海。那四方报在报道的时候就很头痛，就我们不知道该称它东海还是南海，所以我们还要刮胡，越南叫它东海，我们叫它南海，菲律宾叫它西海。那马来西亚他们叫他可能北海。好，这国界这样的事情其实的确是困扰着大家。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比较有智慧的和平的解决这个事情。好，那我也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李老师谈的那个越南老师的地位，越南老师的地位真的很高。我在越南当学生的时候，我去学越南话，也去他们的学校大学里面兼了就是代课，带一两堂课。那一走进去，那个学生起立，就老师好，
大学哦，不是我们的中小学，那个非常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感人的事情。进大学教室，然后学生都已经坐好好的，然后起立，有班长喊起立敬礼，老师好，然后桌上有茶水，不像在台湾上课，应该我这边应该有很多老师吧，在台湾上课这种状况应该已经很少了。你进教室，然后等大家来，然后有茶水，不过是同学自己有茶水，然后自己在玩 iPhone。那你可能就很辛苦的请大家注意听你讲。那越南这一块的尊师重道我觉得是非常还在执行了。那包括越南的教师节，不是928，他们是10月20还是11月20？ 11月20教师节，他们的同学是会约着去老师家拜访，去祝老师生日快乐，然后手上拿花啊，送礼物啊，束修。那这个在台湾已经应该是这个老师不知道有没有碰过，可能少数的学生非常亲密的学生会有，但是那个在越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教师节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学生拿着花问他去哪里去找老师，因为那天放假还要去老师家里去跟老师就是拜见感谢这样子。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吗？还到了，好，所以就没有不能开放题目。老师还没要补充什么，做一个结语。好，这个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哈。我想这个多认识越南，应该是我们强化台湾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那多了解越南哈。越南会是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后院。还是市场，还是说我们重要的一个投资地，台湾需要越南，啊，台湾真的需要越南。那台越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当然这种话很像是越南驻台代表哈，应该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那台湾人必须要踏出一步，我们不要怕哈，走出国门，我们更应该坚定的哈，走向东南亚。中国大陆就不用讲了，因为我们语文啦、啊、文化啦、啊、什么都是共通的嘛，所以那不是个问题。中国大陆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哈、啊、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更有选择的，我们可以前进到东南亚，那前进到越南，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越南实现我们的梦想啊，那我们可以在越南找到我们的机会，那也可以让台湾哈。啊那一些经验，当然我们也可以站在台湾的一些我们所谓对东南亚可能可以尽到我们身为台湾人在这整个区域的一个责任，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国际的责任，那毕竟我们可以去影响他们哈，那影响他们的思维，影响到他们哈，甚至让他们了解台湾，甚至我们可以在那里哈掌握到当地投资的一些优势，对台湾也好，对当地来说也好。所以我们做的是 win-win 啊，还有 win-win-win 这个多赢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啊，不是外交而已，而是文化，也是啊这个整个经贸或是我们双边的社会的这种交流，我想这是很重要，特别是身为台湾人，当前的台湾人不应该是那么样子好、啊、锁国，也不应该是那么样子站在原地。只会讲但是没有行动，那我们可以行动，那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的后院就那么大嘛，就等着大家去那里创业，等着大家去那里啊，这个是啊，这个鉴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啊，那这应该是我们啊台湾人的一个利基。但是有多少的在座的同学你愿意啊当个背包客，然后去那里哈、啊，去勘察地形，到东南亚去走一走，你会觉得原来东南亚就很像是台湾的哈、啊、一个后院。那我想，台湾要发展，我们的心胸也应该扩大哈、啊，然后到东南亚去。那我想，我们应该会把台湾做大，是不是？我们不是把台湾做小，而是把台湾做大到整个东南亚哈、啊，甚至把中国带进来，那这才是台湾的软实力，那就靠大家。不过今天强调的是越南嘛，所以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啊这个鉴赏，或是去品味一下越南文化啊，真的是很美，浪漫啊又美丽，然后还是有它的啊，就是说吸引人的地方。你怎么样可以从文艺创意、文化创意产业哈、啊、
转变成为是另外一种的竞争的一种优势。我想这是蛮重要的，台业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结合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的利基。所以我们现在拍的影片，我们不要只是说好这个针对中国大陆，其实越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那现在我们就是越南的发展，我们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胸，靠台湾啊，让台湾的经验可以移植到越南，那这也可能是台湾对整个区域的一种贡献。那就从越南开始啊。那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到台南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原来这个台南哇，原来是民国的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地方。当然那应该是明朝，对不对？郑成功在那里定都，所以台湾台南，所以你要看明朝的这种状况，就差不多是到这个台南来就可以看得到。好，那谢谢大家，也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宋老师。那宋老师待会就要马上搭高铁回去了，还是晚上还有一场？没有啊，宋老师很辛苦，早上上了一场课，下午又一场。那我再次代表主办单位感谢大家来参加。那有没有谁跟我一样是越南、印尼、菲律宾三场都来的？没有哈，有啊，哇，您也主办单位也是，那我也快变主办单位。我觉得这些东南亚国家，像我当初去念东南亚所一样，就是本来是的确是不了解的，就是对东南亚这么近的邻居是很不了解的。那是看了两本东南亚史，那个很粗浅的书，看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很惭愧，就是我们对 LA 啊，对那个时报广场啊，那个东京啊很熟悉，对巴黎铁塔、非常熟悉，可是对于我们的邻居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国家都非常不熟悉，而且都假装看不见他们。那我觉得那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或者是很就只看上不看下的，我觉得那个不太好了。就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人，不管是哪一国人，不管是哪一种人，这样都不太健康的人。好，那所以我后来去念了暨大东南亚所，所以我也帮几个大学都顺便招生一下，暨大东南亚所，那淡江有一个东亚所，然后老师台南那边那个就找老师就好了，送到政经所也可以，就是反正你可以选念东南亚。那我今天才知道师大原来也有一个东亚系。好，那其实在台湾念东南亚，我觉得才是王道了。就是该念日本的、念韩国，那已经够多人念。你去找一条少人走的路，而且要尽快走，那你会在最深意的说法，就是你会非常划算。而且你会在这边看到很多自己的状况，就是台湾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我们在世界在全球化这个架构下处在一个什么处境。好，那非常感谢宋老师千里迢迢来，谢谢大家的参加，谢谢龙应台基金会还有诸多的赞助单位。好，谢谢。No combination of words I could put on the back of a postcard. No song that I could sing, but I can try for your heart. Our dreams, and they are made out of real.